林秋实，你觉得他那个客服到底怎么样啊？啊？反正那个客服 ，iTalk 的客服怎么样？挺不错的客服。为什么你这么觉得呀？因为比如说你像打，美国公司的客服，比如说打 Verizon 或打 Comcast， 嗯哼，很多步要经过很多步的那个跟 Talk to 机器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打那个这个 iTalk 的客服的话。就很快就会有人工为你提供服务，所以那你觉得那服务怎么样呢？你要不要把它切换到那个 iTalk 那个主页面让我们看一下？好，我现在帮你切换到 iTalk 主页面了，看一下这个。哇哦，所以说其实那个客服他就是会教做，就你这些怎么操作他都会手把手的教你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对那个美国这个，因为美国电视的这个遥控器键盘也非常的清楚。对对对，他尤其他对那个美国的电视还是非常清楚的，美国电视的接口啊和网络设置啊，对中国客服还是非常清楚非常了解的。嗯，所以你还有什么可以想要提的一些意见吗？建议和意见，意见啊，没有，很好，这个产品非常的好。你是不是觉得那个之后你一年会非常喜欢用这个产品？尤其是对于在美国非常寂寞的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像里面的这个电视剧集啊、情感都市类的啊，与国内就好像感觉是你在国内一样，你知道，跟你是。你虽然说你身处美国，但是你看的是跟国内人看的是一样的东西，看的是一样的电视剧，看的是一样的电视。嗯，所以就是让你跟那个中国这个时代潮流还保持着。对对对。之后也不会跟同学聚会没有不知道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好好，那非常好，谢谢。